出来了，大少爷，北城啊，你干得很棒，爸爸为你自豪。是啊，从一开始就布局，一直到最后打败了许建国，这一步一步的就像神来之笔一样，我很佩服啊。爸，伯父，谢谢你们帮忙。嗯，怎么还叫伯父啊？我爸。恭喜大少爷，终于完成你的复仇计划。许氏集团现在也是楚家的。 然后你又是张家的女婿，为了张氏企业，也是你的。恭喜大少爷，成为金陵的第一超级霸主。北辰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自豪的就是你是我未婚夫这件事。复仇这事儿也辛苦你。不辛苦，只要是为了你都不辛苦。你怎么了？我很抱歉，因为我爸让你从小失去母亲。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我怎么会怪你啊？真的？那我以后非你不嫁。这孩子也不知道随谁呀，随你呀。